有长进。对，他就是我一直说的我最喜欢的人，就是有长进，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视线以内。因为他平时也是一个就是不注重细节的人，他又说他是一个处女座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就是穿的衣服也是那种乱堆，他就是那种爱干净可是乱，就是那种类型。因为平时呢我们俩就喜欢嘻嘻哈哈打打闹闹，我黏着你，你黏着我，你浓我浓。大家也知道他喜欢吃嘛，后面我也拦不住他，管他减肥的是林超，就林超每天就说你再敢吃给我试试看，就用他那个北京的那个口音，你再吃一口有长进我告诉你，就是每天都这样子说他。后面就有长进就撒着我不吃了啦，好了啦，就很软整个人。因为我每次都会拉有长进陪我去买吃的，后面他买的比我还多。